南竿到北竿，转来了。多了要去南竿哦。老板，这里有什么好吃的？它的点变做大汤头很好。租到了一台新车，这是我的早餐，第一只油条。这老板没有骗我，这汤头真的不错。这油条吃起来跟台湾的油条不一样。一上来就看到有一个景，等一下我们应该会到那边，可以看到对面的中那个船好多、哦。这里有一间非常特别的天后宫，真的有播音呢。奇壁聚落在前面而已，马祖的必来景点，消灭猪毛汉奸，这里吃饭感觉很 chill。我要去找最多人拍照的两个点，这里真的是怎么拍怎么美。这个好特别哦，里面有肉哎。从这里到大邱要开多久？4-5分钟。北竿机场大邱岛植被园有飞机，这里离机场又更近哦。大家早，今天是我在妈祖的第三天早上。今天行程是到北竿进行一日游行程，现在时间8点多，等一下到北竿再看要吃什么早餐吧。废话不多说，出发。哥哥早安，这是妈祖的早晨，有一群海鸥。 是海鸥吗？没有下雨就是舒服。昨天有来过了，所以相对大概知道去哪里买票了。好，在这里。自动售票就好了。这个我昨天用过了。购票。单程票。北竿。哦。南竿到北竿。这是9点。9点。金安轮。购买。确认。身份证。然后身份证放下面。信用卡。8:50。这里有去大邱要赏鹿的商业，可是我没有要去大邱，我的行程只有3天而已。如果4天的话，我就去大邱了，跟东引。哇，海马之星也到港了，能船上。这一艘好像是昨天去取矿的那一艘啊。那现在应该是要斗退路。我们船来了，这艘才是金安轮。我也看他抛绳子。北竿啦、啊！哇，好多人要去南竿哦。老板，这里有什么好吃的？好吃的，我跟你讲，
等一下，你骑出去啊、哦？嗯，骑出去。有一家那个小摊呐、啊，对，有地饼，它的点变错，加皮水哈、哦，它那个汤口很好。好啊，它还有油条，它那个油条又不像台湾那么酥，嗯，它、啊、里面又软的，可以试啊。油条30块，叫什么名字？没有名字，哦、你骑过去右手边马上看到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大概差不多这个大楼哈、哦，对，后面而已。好。好、哦，谢谢。哦，老板推荐的应该是这一家了。就是你了。然后呢，我租到了一台新车，才70-80公里，超新的，赞哦！来吃这个，哎，锅边加油条。吃早餐啊，各位，这是我的早餐，里面有一只虾，然后就是顶边配一只油条。我不知道老板没有骗我，这汤口真的不错。他好几天没有，那个牛肉佐料就蛮香的。嗯，真鲜甜。然后它这个辣油会辣，这个是我喜欢的辣椒。好吃哎、欸！他们辣椒就是香辣那种，最主要是吃它的香。有啊，我昨天又跟他买那些啊油条去啊，他说那个用冷，用冷对，下来一个是。哦，老板没有骗我，这油条吃起来跟台湾的油条不一样，吃起来有点像甜甜圈。甜甜圈跟油条的 mix 吧。然后人就问说：“哎，里面还有小鱼干，还有一颗蛋吧？你果然听得懂他们的话是什么话吗？”它里面有非常的多干货，像小鱼干，还有一些海鲜的东西，所以吃一吃不会像台湾吃面线糊那种都在吃面粉那种味道，它这个没有。北干的菜车，而且我发现这里来吃的都是当地居民。吃完在地的美食。在地人推荐的在地美食，我现在要去蛤蜊岛，我从最下面玩上来好了。骑上来就看到有一个景，感觉还不错。为什么感觉没什么人呢？不是没什么人，是没有人。这是尼姑山哦，蛤蜊岛在那里。看到了，远远的那一颗。哇，我现在来到了北干的，算最南边吗？这里有一颗蛤蜊岛，就这样。刚才我在上面那边，风景比较漂亮，我骑上去看一下，不得了啦，这个海岸线全部都看到了。北干是属于比较长的一个岛屿啊，等一下我们应该会到那边，前面那边是机场，我们可以去制高点拍机场。今天天气比较好哎、欸，可以看到对面的中国。他们的船好多、哦，
这很像山水画。我现在在北竿大道，这里有一间非常特别的天后宫，超特别的。天后宫的靠海边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板底沙滩，它是一个黄金的海滩哦，感觉夏天来应该有很多人在这里玩水吧。这个是妈祖的公车，嘿，超帅的梅花鹿，奇壁聚落在前面而已。现在到了妈祖播音站，哇，这是在网络上很常看到的一个地方哎。这里可以下去了，真的有播音呢。这边真的是有喇叭的耶，播音站结束，我们去对面的秦壁聚落，这边也是必来的北竿必来的景点，应该说是马祖的必来景点。看一下地图，我们现在在这里，前面有天后宫、十兄妹大宅，消灭猪毛汉奸。这里有很多餐厅耶，但这里有一家餐厅，在这里吃饭感觉很 chill 耶。前面有一个龟岛，这里有很多家民宿，这间天后宫的风格跟刚才那间差不多耶。我要去找最多人拍照的两个点，
通通司机叫好货啊，我是来见那个这里有一家 7 呢，哇，在这里吃饭感觉很爽。哇，从另一边拍回去也不错哎。这里真的是怎么拍怎么美。哇，这里在晒干货哎，感觉等下来喝个饮料。好美啊！就下雨那天没到，礼拜一刚到，一万多。每天都在走，只有下雨天那天没有走。决定了要来喝杯茶，这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咪咪，你热的哦。好chill哦，出太阳了。感觉等一下喝一喝会晒伤。我休息完了，准备告别这美丽的地方了。而且现在竟然出太阳了，感觉变热，然后我要晒伤了，抓晒。现在来到了桥仔村，然后看到了蛋菜，这个好特别哦，里面有肉哎。这里可以坐很到大丘哎，有机会吗？现在到了乘船处，可是我不知道哪里上船。对，这个一小包，也有黄鱼酥啊，买一点回去给妈妈他们吃啊。推荐的是什么？墨鱼卡都 OK 的。这个是什么？这黄鱼。黄鱼酥。对，这可以吃。这个就是这个整只的黄鱼。多少？100块。100。总共买10包送1包。那个，从这里到大邱要开多久？4-5分钟。这么快哦？价钱呢？来回300。300，一个人也可以坐吗？一个他是1:30开船了，下现在要等1:30才能。哦，然后3:30回来这样。3:30你要待4点回来也可以，也看你要待多久。哦。1.5小时也 OK 啊。好。还有什么可以吃的吗？墨鱼。墨鱼。这个是墨鱼，好，谢谢。你自己一个人啊，自由行啊？对啊，自己一个啊。自由行比较方便、啊。自己乱跑，对。走到哪里玩？要回家要吃。
没有，明天回家。我刚才问了去大邱的船，他说来回300块，然后一个人也可以载。那到大邱岛4-5分钟就到了。我想说，等一下有时间的话，看要不要冲一波了。这有一个举光宝，前面一个亲爱金城。然后我现在要去哪里嘞？好，我们现在先去碧山观景台。这里是碧山观景台，还在整修。从这里往下看，可以看到北干机场。目前没有飞机，我想说等一下要来看它起降说。大邱岛也是那边吗？是那里，应该是那里。这是孙中山吗？耶，我们又回到了北干大道了，再度踏上大道之旅。我现在到了碧园，他说这里以前是军队的驻地，然后后来变成一个景点吧。这楼梯有点陡耶，手上还有一个厕所。对，这里有类似一个中山市的概念。这里有一个凉亭，很日式风。这个叫什么？植被园。上面介绍一些植物的东西，这里有它的导览图。植被园是现在的地方，还有几处凉亭。我们去五沙公园，五沙哦。现在来到了北干乡的五沙港。有飞机，南竿起飞了。现在来到了短坡，来走这个步道。往士林高炮还要150公尺。到了，这里离机场又更近哦！哇哦，超近！
这里有一只 M140 的高炮，很完整哎。好，前面就是北干市区，我们等一下一点半去大邱好了，看个梅花鹿，晚都来了，市区到了，有感觉相对热闹一点。到了马鼻湾滨海公园，那边全部都是堡垒，可能整座山里面都是了。这也是一个黄金沙滩。等一下，我们要经过飞机隧道，这个应该是北干第一高峰了，超高。哦，这是对面的。只有几处堡垒，看到吗？还有一个人。现在来到罗峰山自然步道，上面有一个战争和平纪念馆。那就是很空旷的一个地方。没有，上面有一个主题馆，还蛮舒服的。可以进去里面。哦，这是罗山自然步道。好，我们先去这个主题馆看看。我就不去了那个主题馆。他说这个步道很漂亮。十二据点。哦，这边可以看到飞机。要走很远才可以看到孔子像。等一下要走去那里吗？好远。哦，这里机车骑了上来。战争和平纪念公园主题馆 ，War and Peace。欸，要门票吗？不用，好。松汽水，隔天遵义门开始进行简单的修缮，军人则是帮忙处理阻碍交通。好，我们现在换去步道看看，没办法走完全了，就大概看个美景就好了。凉亭那里我可能走不到吧。也不是我不走啊，因为所剩时间不多了，现在已经快四点了。
他的末班船是5:30，我要跟时间赛跑。各位妹，这叫罗峰山，应该是没有念错吧？啊，全长700公尺，到处又可以看到海上孔子像。哇，他们走到了。哦，我到了，真的是一间民宿，谢绝参观，还可以再下去耶。这是一间军营改建的，也超酷的。再下去，等下可以看到飞机降落。哎呦，这个点可能看得到哦。现在到了06据点，我觉得这个位置是看飞机的绝佳位置哎，看一下机场嘞，咦，在那里耶！刚才立荣这样起飞，很适合哎。好，就这里了。等一下可以等立荣降落，我不知道他是从这里降落还是从别的地方，好可惜哦。我刚才是在大丘岛看的，在那个山顶。我们前面有峰山、大丘，大丘的后面有高登，然后有小丘、狮鱼公的，还有狮鱼母的。这是大丘的，然后高登、三连屿是什么、啊？看一下，哦，看到了。哦，我们来吃这个花生，等待飞机降落，还有20分。好，各位，我错了，飞机从那边降落了。我刚才听到螺旋桨的声音，看来这边是起飞的，然后另一边是降落的。妈妈，看不到了。哇，真的降落了。耶、yeah, ，回码头啦。到白沙了，这个一生可能不会来几次的地方。北竿欢迎您。好了，我要去买票了。结果5:10有一班呢 ，lucky 哦，那我可以早点回家了。拜拜啦，北竿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对，跳岛完成。都是钱啊。
我回南竿了，我现在来吃晚餐，找一间餐馆。晚餐来吃这个家家小吃馆，不知道有没有位置。吃晚餐了，各位，来个烫芹菜、川烫小姐，然后客家小炒，那个菜脯呢？哇，中午没有吃，快饿死了。一个人不要吃这个碗。完食了，各位。哦，吃太饱了。我觉得这晚餐 CP 值很高啊，因为我后来有加点一个馄饨汤。你知道那个馄饨汤里面有几颗吗？20颗，我就已经吃在饱了，然后他馄饨汤还给我20颗，整体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吃太饱了。四菜一汤一饭这样630，我觉得以妈祖的物价来说算便宜。你有看到那个小卷吗？那小卷好像10只吧，200。你看你在澎湖产地吃要多少？这3天也接近尾声了，即将要结束马祖3天的旅程了，后面再看看要不要出这3天3夜总共的花费。OK， 那以上是今天的分享。如果喜欢的朋友要记得你个喜欢，还没订阅的朋友就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下个旅程见的啦，拜拜。